这好几天没回来，不知道家里那几只猫又做事了没有？躺下架了吧？不知道。是。哎，没有猫来迎你的。哎，来了，麻烦在这。哟，花子，花快来。嗯，妈妈这也来了，来给大老板打招呼了。嗯，他就先给到了打招呼。大美姐，叮当，都奔我来了呀，叮当。他今天花汗的哟，你看那花汗的一个叶子都耷拉了，看看，嗯。你看他的咸鸭蛋，是你干的吗？不是我这咸鸭蛋，你们一个个给我造成这样，没有猫粮了不是？不可能吧？猫粮不缺、啊，谁干的这？这屋还没捣乱呢。猫粮还有吗？猫粮有，不缺吃。你看每个碗里都有粮食，嗯，后架子也没问题。这屋还行，为什么你们做我的屋，不做你们自己的屋啊？来，你们都饿了，一会儿给你们做饭吃好吧？你看这一个个的，哎呦！这都拍了吗？我看你们干嘛的？你们干嘛的？叶子。土豆、麻花的，你看这四个鸡肉也等着呢。来，鉴于叮当没有把我家给我拆了，先奖励你这油毛条。哎哎哎，到了也要吃啊，来，到了。叮当，那你的？你还不争不抢的金毛啊？这金毛很和谐、啊。还比较讲，还比较讲究。还比较讲武德嘞。来，快来一个。一根毛条吃不了几口，我发现你们几个都学会了。哎，那有孔吗？我给你们来罐头，湿粮包，湿粮包都可以了。没有了，下劲了吧？罐头、湿粮包，还有什么？看看有甜甜盖的。他们就喜欢干的事。他们就喜欢舔手指头、舔盖儿、舔勺子，这活都是刀老干的。来吧。你怎么了，你干什么那样吗？这个，来舔舔盖吧，盖没了，这个盖给你舔，盖给你舔干净啊。鸡丝，哎呀，还有一个乳鸽，今天都是好东西。我说，湿粮包，搅拌一下啊。别着急。加个营养片，再来几粒冻干。来吃饭了。你怎么不去吃了？又吃饱了是吧？这还得请来吧？对。光打仗你们。起来。谁呼呼了？这都还一个月了还不行吗？啊？你看。大白一来，其他猫干脆不吃了。最后大白全部收拾了还。